无有一胜，无人可敌。穷奇降临苦难，我于冰冻藏身，烛龙操控人心，有凡人欲胜之，孔凡玉近15余载欲降之，只一步之遥，冰封于此。贾宗阳刚之身而骨无丁，无坚不摧，然断其刃。徐梦桃乃冰山之角，所向披靡，纵竭力以赴，犹坠于偏见深渊。所谓异兽，不过心魔。此三人一跃而起，负伤前行，冲破困境。凡战胜心魔者，必将战无不胜。飞懒连续8年携手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，以专业装备助力运动健儿征战赛场。2022凌空直上。